倒也不是，你说，咱也不是其他的不玩，你其他的我玩的时候你不看呢，你跑这来天天猴着，天天猴着呢，那不那是你的问题，而不是我们的问题。那第一把玩王八的时候你咋没看呢？昨天玩剑魔的时候你咋没来呢？玩武器的时候你咋不在呢？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别老说我天天玩猴子，行不行？我玩狗头人的时候你搁哪呢？我玩圆规人的时候你搁哪呢？我玩银马的时候你搁哪呢？我玩锤石啊，没玩，看看还有什么啊。我玩炼金的时候你搁哪呢？玩尬里奥的时候你又搁哪？兰博的时候你搁哪呢？玩的英雄不比你玩的多呀，我的天哪。强攻剑姬，多兰顿，哎，刚才说没操作好。眼儿没了，这死哥赶上我可没什么办法呀。他们家死哥还没出现呢，我不知道搁哪。这炮车不贪了，算了，这是不敢贪，拉倒吧。没办法，我没有视野，吃点经验嘛。队友下路打开局面了，那死哥大概率是搁上路，所以我们先等他一会儿。哎呦，一换一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기다렸다고。这啥意思？没打死，还真他妈的嚣张！我操了，刚才这波还跑我塔下过来了，还虽然我有点小亏吧。哎，这塔下要拆我塔，我肯定是受不了。差一点能杀了，差一点点，如果刚才再能 A 到一下，他就死了。哎，传送下去了，挺好的，嗯，不错。他要干啥呀？这剑姬得哪打哪的爆破，你看着没有？得哪打哪的爆破，可修刚了。你俩这也不行啊。我先走了。
俩头了没事，他又不是杀的我，他要把我杀了，他两个头倒还行。他杀的别人，我们没头，他有头，不代表他还能打得过我。这里有个眼儿。先打他一个骸骨，生六这波把他杀了。好抠啊！先去查个眼儿。呀，这有意思啊！这是死哥给他放大了，要给他点勇气是吧？我这样在塔外站着，他最多最多打我三个弱点，撑死是三个，我屁股后头那个他肯定打不着，还给我整个要一秒四破。我们无敌了，你去救吧，我再推一波。先来个耀光，再来把长剑。哎呀，这死哥行啊，看能不能把他杀了啊。哎呦，我操！快回去！完了，死了，兄弟！哎呦，没死！快吃药，快吃药！好起飞，人家没追，呵呵，快一！有点多呀，这。没想到吧，还有死哥呢。乱秀。哎呀，好 Q。卡我视野，有点烦。
破败剑姬呢？刚把 Q 交了，这，啊行 ，W 也交了，技能交的真随意啊。哎呦，好大好大！我把这塔皮吃了啊！吃完我们走，蹲在厕所回城。算了，不厕所了，厕所容易被人发现这一波。你看，耶，他居然不往厕所走。得了，这波不回家了，我们先去吃口屎。这人为啥不推呢？我有点迷糊，没搞懂为啥不推线儿。你说人家回家了你不推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。这挺好的啊，他不推我们就回家吧，正好我补充装备。破败攀升真猛啊！不禁夸呀，这打了一波二换二，哈哈呢？打一架来，别这么猥琐，对不对？俺俩干一下子，你出破败不也为了跟我干吗？这弱点刷的真不好。怎么的，来人了？你旁边有人吗？你旁边没有人，我给你让一步你就往前走一步，我给你让一步你就往前走一步，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千万不能妥协，知道吧？你让一步，哎，他往前压一步，往你让一步，他往前压一步，做事啊，这不能妥协，一妥协就开始有点装逼了。这怎么蓄区这么低呀？这把怎么伤害？我这装备挺好的呀，怎么伤害低成这样啊？哎呀，有红。回家，十五分钟三项还没出，那十五分钟出三项，那都属于发育都有点猛了都。
属于超常发育了。他刚出门要炸我一下。哎呦我操，这一个勾还捡口屎吃，漂亮啊。看来这红，哎呀我不要了，我有红。嗯，往哪飞呢？那永恩还没有亚索位移多呢。啊啊！我让你惩戒白用，你等着啊，小死子！往上走来，找到他。就刚才就你野我呀，就，嗯，就是你野我是不是？敢野我？怎么这辅助抢东西呢？这破败潘森也挺猛啊，那死哥要跟俺们家，要跟俺们家扑克，跟他扑克没事，随便扑克。你为啥不放峡谷呢？啊，他没有峡谷，没有峡谷身上冒光，他不敢上，没事，这边要打一波，哎，我就在这瞅着，我就不上，我就在这瞅着，我让你上，他们家没有人敢上，你知道吧？我只要在这瞅着，他们家就没有人敢往上上，那万豪就得被卖。把峡谷打了，剑姬还不回家，挺贵呀。哎呀，这死亡之舞可挺贵呀。加不秒死米达，别狼啊，哦，千万别给死哥人头，这就是个不稳定的东西，那后边一个大炸你们家饭馆那些，你就知道到底有多恶心了。千万别给死哥送人头，别的英雄送一送这倒无所谓，就别给死哥拿人头。你要来拿红啊，假装打了其实不严，往这走来，我现在去上路能一打二，我
就在这等着你，我看你咋保。你打那个，我打这个。哎呀妈呀！剑金是不是搁这儿呢？我看看啊，没有。我们回来先杀维恩。花里胡哨。完全没用。老板大气。我就说了，这大京岛上连一个飞机都没有就大气了。我一看啊，幸福券。老板只是给我们当工具人，觉得我们运气好，在本直播间抽抽奖，然后好去整整背包，去刷个小妹子，明白了吧？啥也不懂。不过还是谢谢老板啊。